接着讲这个消除如因敌或善而生成，因许敌受战，人战敌有德，若获欢喜乐，亦如何不战，令汝自欢喜。倘若有人称赞你的敌人有功德，因而获得了赞叹随喜的快乐，那么意思啊，你为何不同样的称赞他，而让自己也一起快乐呢？就是啊，不嫉妒敌人，这个还谈不上嫉妒了。这敌人要是受到了赞叹呢、快乐呀，我们会心里不开心。如是所生乐，为乐无性罪，诸佛皆称许，复是摄他法。赞叹随喜所得到的欢乐，不但是今生和来世不杂性罪的欢乐源泉，连诸佛菩萨等圣贤也都认可称赞，而且如此随喜更是摄受他人的最佳方法。也是要讲随喜的啊，喜敌受战。那么这种随喜呢，要由衷的随喜是很难啊。就像这个母亲啊，随喜自己的儿子啊，学习成绩好啊，或者很优秀啊一样，是吧？这个很难的，是吧？自己的孩子很优秀啊，那么呢，父母是由衷的这种欢喜。如果我们能对待众生的这种快乐啊，对待众生的这种功德啊，我们都能够这样随喜，那你就是很了不起的菩萨了。这个要修，说实话我们都没做到，但是呢，这是我们修行的方向啊，我们要保持觉醒啊，特别是对敌人啊，对你不喜欢的人，特别是嫉妒的人啊，你嫉妒的人如果快乐啊，然后呢功德增上，修行进步快，那我们都会嫉妒，都很容易生起嫉妒心来，这个是无始劫来的业习了。那只有懂得因果了，到随喜别人呢，自己也会快乐，也会获得相同的功德，那么我们自然就会啊学会去随喜。为他获乐故，然如厌彼乐，则应不于愁，此坏现后乐。因许敌获乐，如果说称叹将使敌方获得快乐，而你却不希望敌人得到快乐，那么你也不该知心使你的仆人快乐，但是这样做呢，今生和来世的安乐都将失去。就是我们不去做让别人快乐的事情呢，我们自己的安乐，来世和今生的安乐都会失去。所以我们在受报的时候啊，就是别人不让我们快乐的时候，我们要惭愧，肯定是我们过去是做了不让别人快乐的事情啊，不随喜别人的快乐啊，甚至破坏别人的快乐啊。他赞无德时，无意欲他乐，他赞敌功德，何故我不乐？
当别人称赞我有功德的时候，我也希望他得到赞叹随喜的快乐。然而当别人称赞我的仇敌有功德的时候，为何我却快乐不起来呢？这个是因为我们讨厌这个怨敌，我们希望这个怨敌就是能够烦恼，希望他呢痛苦。因喜第一获利，初遇有情乐，而发菩提心。有情今获乐，何故反嗔鼻？我原本希望一切有情都能获得快乐，因而发起来欲成佛利众生的菩提心。现在有情自己获得了安乐，为何我反而要嫉妒嗔恨他们呢？初遇另有情，成佛受他供。今见人获利，何故生嫉恼？我最初发心想令一切有情成佛，而普受三界众生的广大供养，现在看到别人仅仅获得一点微薄的利境，为什么反而要妒忌苦恼起来了呢？从理上说呢，就是我们要懂得因果了但是呢，这个事上呢，我们这就是保持觉察。所因恩养亲，当由汝供给，他亲即养护，不习其反嗔。这里说，例如父母和妻儿是你应该负责养育的，应该由你亲自供给他们的生活。如今他们已获得其他亲友的养育和照顾，难道你不但不高兴，还要生气吗？菩提心讲到，众生都是我们的过去世的这个父母、亲人，那他们现在得到了快乐，那我们也应该高兴。不愿人获利，岂愿彼正觉？度赠富贵者，宁有菩提心。如果不希望众生获得一些小利益，怎可能希望他们证得无上菩提呢？嫉妒嗔恨别人富裕尊贵的小人，怎么会有菩提心呢？那菩提心那里面是有强烈的利他的心，都希望一切众生获得无上菩提，那这个心才是究竟的大心呢。那众生得到一点人天的福报，或者得到一点小乘的果位，我们都不随喜，那我们不可能随喜他更大的功德。所以说不会随喜呢，那慈悲喜舍这个喜无量心没有修出来呢，可能有一丝一毫的菩提心，那是不可能有的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要好好的修这个喜无量心。若以从他得获利在施家，二句非如有，是否何相干？无论仇敌已从别人那里获得了利养，或者那些利养仍然留在施主家中，既然一点都没有，没你的份，你闷闷不乐的嫉妒又有什么用呢？就是别人获利了不关我们的事，这是他自己的因缘福德。思维己过，何故弃福善，信心于己德？不守以德才，何不自称责？为何要抛弃自己的福善、信心和功德不顾，反而去嗔害别人而造作罪业呢？已经到手的功德才自己不好好守护，为何不深深的嗔恨责怪你自己呢？就是我们如果有信心有随喜心，有慈悲心，那我们自己的功德会上上升进。你要嫉妒别人呢，对别人也没有什么伤害，是吧？你嫉妒别人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自己呢反而有损自己的功德。这样愚痴的人就会这样子愚痴的人的嫉妒其他的众生，有智慧的众生呢，就对一切众生的这个快乐安乐
啊，功德啊，解脱呀、啊，都随喜赞叹，欢喜很。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要帮助众生解脱的嘛。那众生现在已经啊遇到了好的善知识，那不一定遇到我们，是吧？有些人就有占有欲啊，就是说，哎，你拜我做师父可以，拜别人做师父你就不开心了啊，你就嫉妒别的师父，这也就是愚痴。啊，众生各有因缘，他跟谁有缘分，对谁生起信心来，这是他的缘分，我们不要太多的去阻碍啊。那如果这个弟子对你很有信心啊，你观察到他可能有可能会亲近那些没有什么功德的师父啊，或者是甚至是邪师啊，我们可以点到为止啊，也不能够说太多啊，说太多了呢，说明你自己有执着了，执着你的弟子或者是你的护法，你又掉到这个嫉妒的陷阱里去了。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呢，就是任何时候啊，众生呢啊，亲近任何善知识我们都要随喜啊，只要是真善知识啊，亲近任何的善知识我们要随喜它啊，随喜它呢，我们也会以后呢都会遇到善知识，是吧？大家同成佛道啊，这样子呢就是还很好。就像吃饭一样，你自己吃饭你自己饱，是吧？个人吃饭个人饱，别人吃饱了你用不着嫉妒，是吧？你嫉妒有什么用呢？你自己吃饱不就行了？啊，你嫉妒别人吃饱了，那就是愚痴的人啊，或者嫉妒别人吃得好也没有用，你自己有福报你自己就可以吃得饱或者吃得好，是吧？这个修行也是一样，你自己修是自己的福啊，福报是自己修来的，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啊，自己的福德是自己修来的，那自己的解脱也是自己修出来的。那佛法呢非常注重这个德行的培养，古代的时候中国的道家的修炼呢，他也很注重性命双修也好，他们讲这个身体的修炼呢，他们很专注自己身上怎么样修炼，怎么样成道啊，或者成仙。但是古代的人可能德行比较好啊，德厚，他本来就厚道，福德很厚，他可以修出来。末法时代的人呢，这个福德很薄，他一定要先修这个福德，福德不够啊，你持戒也持不到，布施也不会布施，持戒也修不出来，布施波罗蜜也不会修啊，你持戒是持不成功的啊，因为这个是有次第的，你只有布施的这个波罗蜜修好了，你再去修那个菩萨的这个戒律啊，你就能很容易守到戒了，你戒守得很好了，你再修安忍波罗蜜就容易了，这个是一个比一个难啊！你布施波罗蜜修得好，你持戒不一定修得好啊，因为持戒有一些东西不是那么容易，比布施要难修，所以说这个都是要啊上上升进。所以说末法时代我们要多修福德啊，多修慈悲喜舍啊，施无量心，这个福德增上了以后啊，你的厚道啊，你的心呢 啊没有嫉妒心，是吧？都是随喜心啊，没有怀疑心，都是啊诚信，信心很好，那你打坐呢就很容易成功了。这个时候师父传一些窍诀让你修炼，最后就教你什么呢？教你禅定波罗蜜。这个禅定波罗蜜啊，没有前面的基础啊，你的禅定波罗蜜是修不出来的啊。你们说打坐打坐，当然适当的打坐是可以的，打坐对你的布施和持戒安忍都有帮助，反过来说就是禅定波罗蜜和这个智慧波罗蜜啊，对前面的四个波罗蜜的修行呢也都是有很重要的作用，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要适当的禅修，然后呢帮助我们持戒和安忍，但是呢持戒和安忍反过来有时候又可以增上我们的禅定功夫啊，增上我们的智慧波罗蜜啊，就是般若波罗蜜。在这个六波罗蜜啊，它是互相支持的，缺一不可的，这个六波罗蜜啊，缺一个都不行。所以我们呢都得修这六个方面呢，都得修，哪个地方特别缺，代表你这个安忍方面是吧，嫉妒心比较重，那你就要多修这个安忍波罗蜜，多修慈悲心和随喜心。
平等心不够，你要多修空性智慧。心是散乱，你要多修禅定，是吧？道理懂了，你没有禅定功夫呢，也很难修出成绩来。啊，虽然有一点成绩，但是不会有很好的成绩。就像考试一样的，你课都听懂了，作业也会做，但是你可能考试就是50-60分，你达不到那个很优秀的成绩，达不到80-90分、100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禅定功夫，你还只是闻思阶段的功夫啊，你还没有融会贯通。所以呢，这个六波罗蜜啊，大家就要从这个六个方面去修，哪个都不能缺。它每一个波罗蜜对其他的五波罗蜜都有帮助和作用。啊，大家要记住啊，布施波罗蜜啊也好，持戒波罗蜜也好，安忍波罗蜜也好，精进波罗蜜也好啊，然后是禅定波罗蜜，或者是说叫静思波罗蜜啊，然后呢就是般若波罗蜜。这六波罗蜜呢是互相支持啊，互相都是一种助缘啊。你智慧开了以后，你修前面的就更容易了啊，智慧增进了。你修布施呢，修得到位啊，福德增上的很快。没有智慧的人呢，修布施还是有局限性的，没有空性慧的，光有一个世俗菩提心呢，他也是以我执为中心来修，还是修得不到位啊。你那个布施波罗蜜有缺陷，那么呢，功德也不是很圆满，是吧？功德不圆满，那就挺可惜的。对啊，所以说你看就是要轮番的修。那我们多打坐，在禅修当中轮番的观修，或者多闻法，多串习啊。现在我们呢要把这个福德修上去。于昔所为恶，忧无忧愧色，岂还欲敬圣成培福德者。对自己以前所造的罪恶呢，你不但不担忧愧疚改过自新，难道还想继续嫉妒嗔恨并和其他有福德的人竞争吗？这个有福德的人呢就是不一样的。打比方看个乒乓球比赛，两个人的技术差不多，但是谁的福报好啊，他就会发挥的好。这个很奇怪的。同样一件事情，你就是你的体力或者你的那个技术比别人高，但是因为你的福德不够，你就会输，很奇怪的事情。你到了时候你就会慌张，因为福德不够的人呢，他到了临场的时候，他就好胜心太强，甚至会急于求赢，又怕输，他越怕输呢，他就输得越快。那个福报好的人就不会，福德厚的人他厚道，他可能就他就稳定打球稳定。就是你看同样做一件事情呢，这个福报的里面的是不可思议的。这个福报不够的人呢就容易特别怕输，好胜心太强，那也会就是影响自己的发挥。干其他的事更是这样子，你心理素质太差，叫你讲个话你都讲不清楚，因为你恐惧紧张，这都是因为福德不够的原因。所以说你要去修的啊。遮除己欲数错之嗔，众令敌不喜，如有何可乐？唯盼敌受苦，不成损他因。即使你的仇敌啊，因为受害而苦恼，又有什么值得你高兴的呢？仅仅希望你的敌人遇害受苦，并不能成为损害他们的原因。你的仇敌呢受害苦恼呢，你高兴呢，只能减损你自己的福报，对你的仇敌呢没有什么任何的作用啊，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汝愿众得常，他苦汝何乐？若为满我愿，招祸岂过此？就算你如你所愿，仇敌遇害受苦了，又有什么值得你高兴呢？如果说这样才能够消除我们的心头之恨，但是哪有比这个更
易使人堕落受报的心态呢？啊，就是说你先消除了你的心头之恨，但是啊，我们会招来祸患，到时候会啊被别人幸灾乐祸。我们遭受苦难的时候没人帮我们啊，我们很多人呢受了苦啊，苦难的时候没人帮，没有人愿意帮助他，就是因为你过去也是这样，别人受苦的时候你冷漠甚至幸灾乐祸。那么到了这个啊一等的时候，你就会遭受同样的果报，一样是你受苦的时候别人高兴啊，这就是因果呀。若为嗔愚夫，利钩所钩执，陷我入地狱，定受狱卒间。嗔烦恼就像精明的渔夫所抛下的利钩啊，如果一不小心被他勾住了，那么我一定会堕落在有情的地狱里面，被无情的狱卒放在油锅里煎炸。嗔烦恼是下地狱的因，没有嗔恨心的人是不会下地狱的。嗔烦恼呢是下地狱的主因，如果呢我们一不小心呢就生了嗔恨心呢，那么就很容易下堕到地狱中受这个煎熬。嗔恨呢用其他的众生受苦，然后自己呢也会受苦，互相伤害啊。不应该因以自法受损而嗔恨，不应该因以赞誉受损而嗔恨。受赞享荣耀，非福非增寿，非利非免疫，非令身安乐。受人赞美和称誉所引申的荣耀感，既不能转变成福德和长寿，也不能改换成力量或使我免除疾病，更不能使我的身体健康平安。大家都知道，这个一个人的名誉受损了，他的利益就会受损。我们为什么好名啊？其实根源还是利益。但我们无始劫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好名，有些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好的名誉会带来好的利益，是吧？那我们就开始越来越执着这个名了。当你执着的习气加深了以后呢，后来就没有利益你也执着这个名，好名，有人夸你赞叹你，你也觉得受到别人的尊重吧，你觉得自己满足了你的虚荣心，也是一种快乐，是吧？满足了你的那种自尊心啊，然后满足了你那种傲慢心。傲慢心就是你比别人高，是吧？当你受到赞叹的时候，你心里会觉得我比别人都强，你看我比别人都好，我比别人都能干啊，那个时候呢就会满足你的这种欲望好名的心理。这种心理呢得到满足的时候也会得到一种快苦啊，这也是一种业习嘛。当然了，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荣誉呢也会给我们带来利益。你看末法时代你们都知道，是吧？一般的荣誉都会带来利益，特别这个奥运会冠军，是吧？荣誉来了，那马上就有人找他做广告啊，送房子啊，国家那相关的利益都会来了。所以说这个荣誉呢还是很多人还是很稀罕的，这也算是一种福报吧。这种福报呢谁都想要好的名誉。若无实损益，赞誉有何利？如果我是一个明辨利害得失的人，那么名誉和赞美有什么利益可图呢？那当然了，从因果上讲呢，这名誉和赞美确实没有什么用啊，只能增长我们的虚荣心，增长我们的傲慢心，这只有坏处没有好事。因为我们的名誉一旦虚名增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傲慢起来，自以为是起来，然后呢轻慢别人，肯定是我们的福德减损啊。所以说好的名誉呢只能给我们带来坏的果报啊。名誉会让我们堕落，因为谁人有了名誉以后也会堕落起来，就会开始搞假了。原来是有点本事的，可以有点名誉，后来他
他对这个名誉起了很强的贪着心以后呢，然后呢他就弄虚作假啊，也要搞这个名好的名誉。现在很多假货呀，包括人都是假的，现在很多啊，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虚荣啊，为了名誉啊，不想把自己的丑陋啊这个破绽呢让别人看见，是吧？因为这样有损自己的名誉啊，就会有损自己的利益。那么人类呢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说好的名誉呢给我们带来的最后都是堕落，带来的坏苦，这个坏苦会增上你的贪欲，增上你的贪求，对名的贪着心会肯定会增上。中国人都是死要面子，是吧？这就是对这种荣誉心特别强，也就是说中国人呢对这个自尊心这个好名心特别强烈，所以叫死要面子啊，死都要面子啊，面子比生死还大。人类有些时候这个虚名比生命还重要，特别是那些有些知识分子也好啊，或者是那些曾经就是很有名望的人，对他看来就自己的名声胜过生命，是吧？这就是强烈的这种执着啊，对名誉的执着心，后来甚至为了名声弄虚作假的，虚名假誉都有啊，为了虚名呢失财丧命的都有。就是后来呢就过了嘛，这个名声本来可以带来利益，有一部分人就对这个名誉心特别的强烈，特别执着，最后反过来导致你失财丧命。所以说这个好的名誉呢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要有自知之明的人呢就想了啊，别人赞叹我们，我们就笑一笑，不往心里去，管他赞叹是真的还是假的啊，真的假的我们都要有自知之明，就是自己看自己。他的赞叹不会让你解脱的，解不解脱还是你自己，是吧？有没有烦恼还是你自己。如果我们不修行，你烦恼不会减少的。如果我们不修行，我们会执着这个名誉，反而是我们的烦恼增上，让我们轮回的更久。所以好的名誉呢只会让我们继续轮回。很多人为了虚名最后什么坏事都会干的，杀盗淫妄都要干。人呢有时候执着去虚名呢，到了后来就是强烈到一定的时候，就爱慕自己的虚名，最后身败名裂，甚至什么坏事都有可能会干得出来。不管你执着什么东西，最后都是让你要受苦的。若仅为虚名，失财复丧命，欲辞何所为？死时谁得乐？如果我为了虚名假誉损失了财产，甚至浪费了宝贵的生命有这个可能性。那么死的时候呢，名誉能帮我做些什么呢？死的时候名誉帮不了我不能减少我的痛苦，只能让更多的人来看我死死让我死得更痛苦。但名声大呀，有些人死的时候好多人来围观因为他们有名声，很多很多的人就关心他，关心他的死亡我听说一个演员自杀了，无数人为他夜不得眠，睡不着觉都每年还要纪念他一下我不说名字吧，就姓张的他很痛苦现在。当然我们要有慈悲心的，还是要有机会给他再回向回向，真的呀很痛苦，可惜了就是要学佛多好了，学佛就没这么多痛苦，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找不到原因，在烦恼业力的这个推动下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死了你不修行多可怜了。那生前你看他的多少亿人在关注他他的一举一动都有那个马仔去偷拍关注，这是末法时代，这是很可怜众生那今天就讲这么多了。